好像明白了新航向，北纬航空飞向新闻而进步，每多次班机回归南部，旅客带便利，翅膀飞往首尔，让南国的旅客更自由，北纬航空是最好选择，让你走上远方的梦想，欢迎韩国旅客来高雄享受山海和港景观，美食小吃等精彩活动，让你留下深刻印象，高雄国际机场欢迎你，旅客服务中心准备礼品，韩国观光东山松泰姬山，让你在室外尽情尽情游玩，交通部观光署统计，韩国旅客高居前三名，市场量能充足，北纬航空祝你飞向远方，东接南赴主人开心表现，首尔金浦航线开航，希望韩国旅客多多来高雄感受南台湾的美丽风光，欢迎韩国旅客来高雄享受山海和港景观，美食小吃等精彩活动，让你留下深刻印象，高雄国际机场欢迎你，旅客服务中心准备礼品，韩国观光公社送太极山，让你在室外尽情尽情游玩，交通部观光署欢迎国际旅客入境前登录观光署网站，参加抽奖活动，可获得奖品新台币8万元等值，韩国观光公社送太极山，让你在首尔金浦尽情游玩，欢迎韩国旅客来高雄享受山海和港景观，美食小吃等精彩活动，让你留下深刻印象，机场欢迎你，旅客服务中心准备礼品，韩国观光公社送太极山，让你在室外尽情游玩。